Hello，姐妹们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，还没出濮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雨了，一口气下到了郑州，而且越往这边走越大。我这个妆面基本上你看我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化了个底妆，晚上卸妆我就用这个洗面奶，早上起来用这个洗面奶，这两款洗面奶都巨好用。然后我们先洗脸啊，直接可以揉到眼睛上都没有问题，不会感觉到遮得慌啊，或者怎么着的，而且卸妆卸得还可干净。用过的姐妹都知道啊，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和。洗完之后你会感觉到洗得很干净，又水润，然后不紧绷。白天贴了面膜，晚上就一个很简单的护肤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爽肤水啊。就是近期哈，我都是把小金针涂在眼霜之前，因为我个人感觉小金针真的是巨淡纹，姐妹们，就是说已经长出纹来了，或者是说像我这种预防它长纹的，就是还没有长，但是预防它长纹，因为年龄已经到了嘛，然后就一定要这样给它撑开我们的皮肤揉进去，然后像这个位置一定要揉，怕我自己长抬头纹跟这个川字纹。然后对于我来说这一段时间啊，对于我来说用了完美根，喝了胶原蛋白之后，肉眼可见的就是这儿，是这个纹路有点少了。25岁以上的女人怕长纹的一定要备小金针。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眼部按摩，把这个眼霜挤出来，这样一点点就可以，一点点就可以，然后就这样揉。这个用的时间长了，姐妹们哈，只要知道完美的，都知道完美的这个小红笔，它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管用，就是有眼袋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。如果你摁一下你的眼底是痛的，就建议大家每天坚持住啊。这个你看，又快用完了，我真的用这根眼霜。小红笔眼霜我用了大概得有4年了，我觉着得有4年多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眼睛周围，完美的眼霜是真的管用，完美就是眼霜上市的。接下来厚涂面霜，直接睡觉，厚涂啊，厚涂尽量的避开眼睛。思康面霜真的巨好用，哪怕你只拍一层水，直接厚涂思康面霜你都能感受得出来效果。